你看，挺好看的吧？哈里克前两天带我去回阳林转了一圈，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做骑行也特别合适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啊？胡杨林的景真是美呀、啊，不过咱们俩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胡杨林啊，我已经把它放进我设计的旅游线路里了。真的啊？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啊，你这些都这么有意思的点子都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当然有一些也是受你的启发吧。还有就是，我喜欢这里的人，也喜欢这里的故事。我也相信有一天。哈里克也会成为大铺的故事。哈里克的故事，我得好好想想。我倒是很期待你和哈里克的故事应该怎么写呢？我们俩的故事不好说。S 五赛段，摩托车组最后一位发车的选手哈里克阿迪夏还没抵达签到点，同为大铺大海盗车队的队友林浩已经退赛，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哈里克的比赛心态。哈里克，我一直觉得你挺像那个日出的，永远那么热血沸腾，但日出也得往上升啊，还没升到最高处，不能掉下来呀。残障人士帮助一下。点终于出现了大铺大海盗车队哈里克的身影，汽车组和摩托车组所有选手发车完毕，本次拉力赛正式进入下半程。上一赛段成绩靠后的哈里克选手，在经历队友的退赛、车队无缘名次后，依旧在努力争取自己的个人排名。清晨出发的95辆赛车，仅有64辆在夕阳中完赛。610号选手哈里克阿迪夏在第六赛段中拿到了赛段冠军。SS7赛段结束，哈里克选手的个人总成绩排名仍在上升。环江拉力赛迎来了最后一个赛段。摩托车组目前排名前5的选手陆续穿越了沙漠、戈壁等路段，他们即将途经大铺镇，进入本届拉力赛的最后一段路程——横穿大海道无人区。就我们几个人吗？其他人都在大本营等着呢，叔叔阿姨一定要过来接。接，必须接。摩托车组已经抵达大铺镇，这里是进入大海道的必经之路。什么摩托车呀？快走！
夏在大铺阵路段一路领先，他的总成绩排名目前也上升至第二的位置，仅落后排名第一的顾成峰不到一分钟。谢谢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喜欢呀，我爸爸也是模特车手啊。谢谢啊，夏木。谢谢小宝贝儿。还不断了。进入无人区后，竞争越发激烈。大海盗的崎岖地貌为这次比赛的最终成绩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。起来的摩托车手哈里克，在最后大海盗的赛程中屡次精准选择了用时最短的最佳路线，为他赢得了时间，最后以最快的个人总成绩荣获本次拉力赛摩托车组的个人冠军。让我们恭喜这位从戈壁里闯出来的草根车手610号哈里克阿迪夏。我的心坚定着出发，哈里克，你得向我证明你的价值。我能证明。让狂风吹吧，狂风吹吧，吹动我的梦想，在旅途发芽，吹过山川和黄沙，吹过了烈阳和雨下。让狂风吹吧，狂风吹吧。兄弟，你做到了。吹过天涯，吹到野草开花。我就想跟你说话。没事啊，我们俩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啊。待会儿肉丝他们开始找你了，你快去收车，快。不管，一会儿再去，一会儿。我想跟你待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我得跟你承认一件事儿。比赛前你跟我说你要调回哈尼，我真正烦躁的不是你要调回去，而是我之前只想过我要骑摩托车，没有认真考虑过我俩以后怎么一起生活这些问题。我真正生气的是生我自己的气。但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块，不管你在哪儿。知道了。恭喜你，正常发挥。波塔，看到零号了吗？刚还在这儿呢。对，我就是接了个电话，人就不见了。可能他自己想静静吧。你为什么偏要走一条你根本走不通的路呢？你会瘫痪的。
我治不了摩托。没想过不起的那一天，那就可以去死了。这么早啊？我今天值日，您怎么也这么早啊？我岁数大了，睡不着觉。你吃饭了吗？没。我这有烤包子，你吃吧。吃。一共就四个。一人两个。哦。我以为你不爱吃烤包子了呢。大埔的烤包子不一样，我一个人能吃好几个呢。一会儿不够我再买去。想起来你刚来的时候，啊，一个月工资1500，在食堂能吃掉2500，你是想把损失降到最低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那你都不知道，像我们这种瘦小精悍的人就是非常能吃，不像我的某位领导就就是减肥减肥，越减越肥吧。5年了吧？5年零1个月。不容易，像你这样的大学生能扎根在基层不容易吧？好多人都是家长托关系跑过来镀金的，镀完金人就跑了。哎呀，像你这样的好干部，你说万一哪天调走了，你说这人民群众心里得多难过啊？你说我那个兄弟哈里克得多难过。我不准备走了。跟哈里克没关系。郝翔同志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要留下。哎，对了，姐，那个红山岭矿区的那个收藏馆的主任，我找着了。哦，好。喂，哈里克。哎，师弟。哎，林浩跟你在一块吗？没在一起啊。他一晚上没回家，也没跟家里联系。早上林叔问我呢，说他们在家等了一晚上，要给他接风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庆功宴，他答应要来，也没出现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
您在吗？人不在，就一件衣服。哎，老林，叔叔，叔叔，老林，叔叔，叔叔，惊吓过度了，血压不太稳定，观察观察，就可以回家了。谢谢您啊！啊，家属也不用太担心。小沈，哎，有消息吗？您别着急，还没联系上，但是正在找呢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去找。哎呀，你就搁这待着吧。哎。我想到一个地方。刘浩，刘浩，干啥呢？这是？你爸都提住院了，坐回去，起来。起。你疯了吗？这是，等太阳把你晒干呢。晒干也挺好。想过啥是死吗？我小时候看《动物世界》，母狮子捕猎的时候，被咬住的羚羊会一直挣脱，试图逃走，直到虚脱死掉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死挺疼的。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来，起来，走，回家。二子，叫他起来干什么？喂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想什么呢？啊，多少人在担心你啊！我问你，你多大了？林浩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管你生死。什么？有土。你们老觉得我生活的不如哈尼，但其实我这些年在这里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呢。你把我们叫过来，就是为了给我们做抓饭吃啊？哎呀，既然休息了来陪我，那就多陪我几天嘛。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大埔的变化有多大，我一会儿就带你们转转去。嗯，要是有假期的话，我们去哪玩不好啊？非要上这里来？哎呀，你就听我的嘛，你说要多陪我几天的，那我就听女儿的安排了。你胳膊怎么了？晚上黑没看见，磕的。你跑大海道干什么？没干啥。医生说回去好好休养，不能再着急上火了啊。叔叔，手续办好了，我接您回家吧。哎，赶紧洗吧，娘。我疲惫，随时比不上你满天起。哈里克。哎。爸爸，里面坐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进去看看。我去拿点，我去拿点茶。啊，好。
哎呦，我就不送您了啊。哎呦，到这儿了。小水啊，哎，感谢来家吃饭啊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您回去好好休息。谢谢啊。哎，叔叔再见。再见。过几天带你去个地方啊。嗯，好。在家好好待着，别乱跑，看点手机。嗯嗯，拜拜。没事，别送了别送了啊。喂，赵总。哎，咋呢？拿了环江冠军，连电话都不接了。哎呀，不是赵总，刚刚太紧张了。虽然店卖了，但我会努力给西林幸福的。没事，那你找我啥事儿？你明天到哈宁来一趟吧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林浩，明天呢不要出门，在家等我，我去接你。爹的，嗯，对不起，之前干出那么愚蠢的事情。你知道自己过分？试过了，死其实挺吓人的，我就尝试了一下，退缩了，以后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了。我得想想换个活法，不骑摩托车还能干点什么？摩托车只是交通工具的一种，你不能骑摩托了还能开汽车吗？搞不好还能划船，甚至还能开蒸汽火车。我就是因为不想像我爸一样开火车，我才骑着摩托。其实小时候比起我妈离开我，我更怨我爸，觉得他窝囊懦弱，没有守护好这个家。后来看见我师父骑着摩托在我眼前闪过的那一刻，我才觉得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。所以我也想骑摩托，我想赢，我想让全世界看到我，我想让我妈看到我。谁都想赢啊，每个人都想成为人生赢家。其实你爸也算是人生赢家，你只是不太了解他。你生病做手术的时候，其实你爸和你妈都去见了主治大夫，他们知道你的病情，只是不想拆穿你。所以你认为自己缺失的那些关注其实一直都有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你说当年你爸肯定是喜欢你妈才追求的你妈，然后他们俩相爱才生下来你，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阶段的人生赢家吧。还有，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能认得出来照片上是谁吗？这是我爸我妈结婚照。啊，你爸说了，
要让你去他的收藏馆看一看，我是带到了，去不去由你啊。儿子，你爸这辈子太怂了，在你爷爷面前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，听从你爷爷的安排，一直留在矿上。所以，我也希望你能留在矿上。其实说实话呀，我就是心里特别害怕，我怕你像你妈一样离开我。坦率地说，我也没想你将来能有多有出息，我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能留在我身边，直到你受伤了，我想去安慰你，可是忽然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我才发现我太不了解太不理解你了。我们父子俩太不一样了，你像你妈，热爱和追求自由，而我呢，整天就过着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。可能也不是害怕，就是习惯了，习惯就这么平常的生活。爸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烧这些东西的？啊，这七年前，我在一个地摊上偶尔看见，他不是从哪儿找来我跟你妈的这个结婚照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收藏，这可能也是命中注定吧。我觉得我是离不开红山岭，我喜欢这儿，我收藏跟这儿一切有关系的东西，那这些东西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是破烂，一文不值，可这却承载了我的一切。在你爷爷面前，我可能是一个没出息的儿子；在你面前，我是一个不值得骄傲的爸爸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能面对和接受我的平凡。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要什么。你想过没有？你为什么喜欢摩托车？如果没有摩托车，你想过怎样的生活？过怎样的一生？啊？我现在就想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埋起来。那就把头埋起来。不着急，想好了再说。我比徐总软弱，我偶尔软弱一次又怕什么？你看，这不一样吗？爸爸的肩膀虽然没有那么宽厚，但至少可以依靠。儿子，爸爸就要退休了，这儿的一切基本上是我的大半辈子。别怕，你的精彩未来才刚开始啊。具体的合同的条款，你就找你们的律师。嗯，哈里克，来，来啊，过来坐。你好，来，你自己倒茶。好。
反正程峰不管怎么说哈，这个上次是因为一些原因啊，咱们的合作没有推进到最后啊。这一次，希望咱们能继续这个缘分啊。如果说上回是一次碰撞的话，那我相信现在应该是最好的合作时机。不是那个，这啥缘分，啥时机？赵总想把你交给我们 DK 来培训，正好我们现在在转型，你来跟我们一起训练，提升技术，学会看路书，我帮你找最合适的机械师和营养师，哦，还得学英语。不是那个赵总，你真把我卖了？我这为啥还要学英语呢？我要把你卖了，我还弄啥车队？还去啥达喀尔啊？啊？你不是赢了比赛吗？你会拥有一支车队，还有达喀尔之约。跟我来一杯。你下次来提前说嘛，我就多做点。嗨，没事，就尝一口，一小口就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多吃点肉。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够够。赵总安排你去 DK， 还让顾成峰培训你，给你当车队经理人，肯定没少花钱。这将来还要去达喀尔，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八郎子，真心啊，你现在可是有赞助人的车手。我就想着让你跟林浩我们一起组车队，一块去打卡，我不用别人教，你教就够了。你咋就不明白呢？你已经是环江拉力赛的冠军了，你是一名职业的赛车手，我已经教不了你了。那我师父就你一个。你说啥？虽然不像林浩正经叫过你师傅，但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我师傅。原本我只有林浩那么一个徒弟，这又莫名其妙的来了一个。哎，他可比林浩的兔崽子强，这拜师的时候还知道带只羊。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林浩去。哎，你让他缓缓，缓缓再跟他说。嗯。叔叔阿姨，就前面刚才走那段路有点颠簸，后面会好很多。我给你拍张照吧，你看风景不错。还这么晒呀？哎呀，风沙也大呢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这个地方，啊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有点工作，我找信号去了。是不是特别美？我每次待在这里，我真的是特别惊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那么你把我们叫到大埔，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你到底想说啥？你直说。哎呀，爸爸，我能想说啥？我肯定就是带你们就是休息的时候来逛逛嘛，是吧？看一看。我想着说，你说我要是在这儿再多干几年，你要在这再干几年，到时候调动的名额和职位都会有变化。还有呢，你的个人问题怎么办？你真就跟那个哈利克好了？这店是你开的？啊，是，但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店了。啊？那你就靠比赛来挣钱？也不全是，还有家里面种了枣和葡萄，农忙的时候会回来帮忙。他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是，你们现在会觉得说，这里要啥没啥，只有戈壁，只有沙子。但是对于我而言，这里的每一粒沙子，每一个人，都是我熟悉的朋友。行了，啊，
无论咋样，西莲，我不同意。书记把我叫到区里边谈话了。嗯，怎么说？说有人把我家里的情况跟他汇报了。他说想把我调回到区里去，说是组织上要帮助我。你说的？是，是我说的。为啥？为啥呀？啊！你是不是答应过这件事情不要对外人讲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说意味着什么？咱们俩大半这么多年，这点默契都没有吗？涂世勋，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早上几点出的门？晚上几点回的家？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你多久没笑过了？啊？还有萧炎，病得这么严重，工作中你是我的领导，我听你的，但是生活中我是你大哥，我觉得我做的没错。西莲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哈宁了。我们心里的想法，白天都已经给你表达了。嗯，爸爸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看，我在这里生活的也挺好的，不是吗？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特别理解你们想让我回家，因为。我是你们唯一的女儿，你们想让我过好的日子，然后能够陪伴在你们的身边。但是，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次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有违背过你和妈妈一次，但只有这一次，我希望你们能听听我的，能理解我。我又不是不回去了，我以后可以每个周末都回去看你们，好吗？小鸟已经学会保护自己了，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放心吧。老林，哎，差不多了。仓库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你这个23号火车头正式退役入库，再跑最后一趟吧。
回来，哎，准备出发。好。Thank you.